是大家，我是妮妮。那今天呢，我要来谈的是春手。我学到一个好方法。对了，爸爸，我过的那个史卡伯罗山掌，我都还没弹给大家听过。这怎么弹？我都忘了。在那喧哗的山场里，站一个装满的东西，那东西抽个中音器。我连唱都不会唱呢。神奇，一到上课就要喊起立，家庭作业要帮忙收取，下课敬礼，老师谢谢，这比较简单。继续继续，不要失望。应该是不敢相信我的耳朵。我真不敢相信。好，喜欢影片就帮我按个赞，还有谁订阅我，按下小铃铛，可以说是不是都对他有点影响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